家燕、许光汉、施博宇为中视卫视中文台《想见你》豁出去，三人古惑仔上身入戏。柯家燕不计形象，吹起半瓶山发型，嚼着口香糖撂台语。许光汉尤其喜欢头巾，因为之前没有尝试过这样的造型。拍摄现场，他还笑称：“流氓的角色跟我本人毫无违和。”对于柯家燕的夸张造型，许光汉则说：“这样比较正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